人家说股价会说话，所以呢，股价冲到百元就绝对好吗？有人涨假的，涨虚的，本益比可以冲高到100倍、80-90倍，你觉得合理吗？还有惠子姐请上来哦，我今天惠子姐还交给她第二大任务，台股来到了30年新高，是不是早就有预兆了？电子指数哦，提早见到20年新高，你看电子指数早就在这儿都已经创新高了，提早好几天哦。可是呢，大盘顺着电子指数往上，今天12249没有办法站稳，而且还往下摔，剧烈震荡，这是怎么回事？融资大增是个警讯吗？电传金而后又该怎么办？先解决百元股，再来看这一题。好，我们先看百元股，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且不止百元股，千元股也越来越多。所以的话呢，然后赶快来看一下到底呢这些股票有没有是超涨的，那到底你买的能不能够安心。好，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说其实的话大家先看到我们有几个栏位，第一个栏位是收盘价，那第二个栏位是 EPS， 今年预估哦，对，这是今年的数字，然后再来还有个栏位叫做本益比，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有操作上的建议。好，那么大家先看的话，这里红色的话呢，是我认为呢相对是比较合理的，本益比合理，是就是股价的价值是合理的。Okay. 然后再来呢，另外一个是比较不合理的。好，那大家第一个就会先看到一个盲点，就是说，哎，奇怪，可是看起来本益比这个有低的，对不对？那这个有稍微高一点点的，那为什么的话，好像不是全部用本益比来评价？好，所以的话呢，对这个一开始呢，就要先把这个观点先说清楚。OK OK， 好，因为股价来讲的话，大家要知道，第一个股价买的就是未来，对呀、啊。好，所以的话呢，本益比的高低必须要取决你未来有没有成长性。换句话说，它现在本益比很高，获利能力并不怎么好。可是如果现在只赚5毛钱，后面可以赚15块钱，未来性更强。对，所以的话呢，会成长的公司的话呢，它的本益比合理的本益比，那也许在20到30区间，好，那也许高一点点，30几也有可能。那不会成长的话呢，你不要觉得20就怎么样，20就是超级贵了，十倍的本益比有时候都会跌。有道理。好，所以你不能用它绝对的高低来看，一定要搭配它后面的成长性来看。所以本益比不能看绝对值，要把未来参考进去来看本益比该吻合怎么样叫合理。没错。好，所以我们先来看的话呢，比方比较合理的，大部分都跟一些后面的趋势有关。好，第一个的话呢，比方说我们看到嘉基的部分，好，那嘉基呢，这个是嘉泽的子公司，好，那做的话就跟高速运算有关的，高速传输有关的。那高速传输的话呢，那有些法人认为明年获利有很大成长的机会，好，为什么呢？因为的话呢，现在的话呢，接下来的话呢，就 Intel 他们会推出新的东西，那包括伺服器里面所用的内部传输的这个好高速传输东西，也是第三季要开始出货。那加上 Intel 也是他自己的大股东。那所以的话呢，接下来新一代的东西里面的话，那大家觉得明年就有机会贡献全年。好，所以明年的获利因为成长幅度大，所以22倍的本益比似乎呢还是一个还不错、合理可以接受的本益比。那当然，短线上面的话也算强势。好，所以的话，你到均线附近再买就好了。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看到华擎，那华擎的话就是另外一个，那这个讲到的话呢，就是 AMD 跟 Intel 今年的大改款，好，因为他们推了很多新的处理器，那 AMD 的新的处理器的话呢，应该第三季的话呢，上游会开始拉货，那所以的话呢，那第三季的营收跟获利呢，有可能都会有比较大的成长。好，那到明年这个换机潮就会出来，那出来之后的话，这个的话就会把整个显卡的需求带出来，好、okay. 所以大家认为的话，投信你看它就是持续一直在认养，好，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法人没有松动以前，那你的持股就可以续报。好，那接下来的话，另外一个是属于不是电子的，那这个是传产的大雪光。好，那你看它的本业比的话是25倍左右。大雪光本业是做，那本业的话就是我们在路上常常会看到，比如说这个近视的雷射啦，好这一些，你去看，还有眼科的诊所，也有眼镜的眼镜行的部分。Okay. 那当然成长性一定是眼科的诊所，不会是眼镜行的部分，对不对？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在台湾的话，这个这个雷射的这个近视雷射的话，市占率已经超过50%了。而且我听说现在连老花眼加近视都能雷射哦。哦，对，好厉害、哦。所以的话呢，现在因为远科这个东西哈，基本上我们眼睛就只有一个啊，但是呢，从小到大问题就很多，对不对？我们小时候就有近视，老了以后又有老花，就一辈子都跟眼科离不开关系，是不是？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他赚钱赚一辈子就对。所以他赚钱对，他现在是怎样？他又来了一个叫做儿童塑形片，你知道儿童塑形片吗？不知道。小孩子有那种假性近视的这种儿童角膜塑形片啊，我。我听懂了，好像我儿子女儿在小时候，医生也建议过，就那个眼科塑形片是在晚上睡觉前硬硬的哦，他那个眼镜是硬的哦，把它戴到眼睛里面，然后起床之后要上课之前把它硬硬的拔下来，眼睛就没近视了。对，就是可以去矫正你的眼，预防跟矫正你的近视。好、okay. 所以这个的话，他现在开始有做这个新产品，好，所以的话业绩又开始往上，然后大陆那边也布局，好，因为大陆话有很多眼科，那再来比较不合理的东西，其实有一些的话呢，它其实前景并不是说不好，只是说呢股价比起来稍微有点贵，好，比方说第一个来讲的话，
们看到嘉登，嘉登今天收311块，好，那今年的 EPS 大概8块钱，好，那本益比大概38倍左右。好，所以呢，本益比稍微有一点点高，那我觉得压回再买就好。好，为什么呢？因为嘉登的话，虽然它是台积电的先进制程，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EUV 这个地方的供应商，极紫外光技术，对，极紫外光技术的供应商。Okay. 那这里的话，因为全球只有两家，对不对？所以它是占了很大的优势，没错。但是国外的地方，因为这个东西他们的官司很多，所以在国外的话，它其实会有点受限。好，所以国内来讲的话呢，当然第三季六月开始到9、6、7、6、7、8、9、10，应该都是。是它的出货旺季，但第四季可能会下去，所以的话呢，还是等到拉回的时候再买就比较好。那在神盾的话呢，你觉得这本益比这么低，为什么我觉得它有一点点贵呢？好，因为呢这一块的话呢，它在大陆这边现在汇顶本来就是它重要的竞争对手，那主要卖给三星，但是卖给三星的话，三星的现在的状况，第三季手机状况相当的不理想。它是卖什么东西？它是做屏下指纹辨识，所以屏下指纹这一块的话竞争也很激烈，甚至有点跌价的疑虑。好，所以的话虽然本益比低，但是成长性就不够了。那再来的话，看到另外一个爱普，爱普的话呢，这个数字的话就是目前怎么算都没办法算很高，好，因为呢它就是有个一直整合的梦，好，但是这个梦虽然很大，但是你现在还没有看到它具体的量化。我买股票从来不买梦的，好不好？现在都看不清楚了，还看梦啊，干嘛呢？拿真的都看不清楚了，拜托观众朋友保护大家，保护你自己了哈，来来来。对，所以的话呢，今年的数字的话，大家觉得可能就3块钱，悲观一点有人说5块，悲观一点有人说1块，好，但是不管是1块、3块、5块，其实的话，本益比都真的还蛮高的。OK OK， 所以短线上的话，我觉得都不要。先介入了，好，等到以后有沉淀过，开始真的有业绩之后再说。差不多看一下爱普的分好不好？观众朋友，今天达到了跌停板。我刚刚讲是语重心长，所以笑笑的说：“你以为做梦都美梦哦？啊，如果噩梦呢？白日梦呢？那是拜托大家，股票就是看现实好不好？看未来，我努力帮你做那么多功课，你还买这种梦 ？OK 哈。好，接下来我们看右框了哈。这个我在乎的就是刚刚说的那个电传金，会不会电子现在电子创新高，20年新高，大盘今天呢30年的高？可是为什么12249站不稳，剧烈震荡呢？对，因为呢，今天12249的时候已经直接去挑战一月初的高点了，对不对？一月初的那个高点的话，那个时候是还没有发生疫情的时候，大家开开心心的准备今年要赚钱，结果没想到来了一个疫情，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的话也是正嗨的时候，结果今天现在指数一口气涨到那里的时候，早上大家一看的时候脸都绿了，为什么？太激情了，太激情了！今天早上的预估量3000亿以上的预估量，是不是？看还没看的话，所有今天盘中大家都在讨论说，这个量是这么大的量，是不是应该要先跑一趟？而且呢，早上9点整，一堆粉丝都留言说：“啊，瑞安姐怎么剧烈震荡啊？怎么3000亿？你以为3000亿都是追买量啊？有出过量啊？幸好我昨天有教，所以回到资料来掌握一下来。”好，所以的话呢，大家看到的话，但我觉得这里面要分几个段落来说哈。第一个的话，电子在创新高，意思是什么？其实这里面为什么这一波它会走得这么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利率真的很低。那利率很低的话，有一个概念是以前教科书上教我们的，就是说利率跟本益比，本益比的话就报酬率的导数。那你现在本益比很低的时候，报酬率PE 是不是就拉高？对，所以这个观念其实在法人圈最近大家有些讨论，所以为什么现在本益比大家都往上拉？因为我要求的这个合理的报酬率也没有那么高了，我现在在外面的话都只有1%甚至1%不到的报酬率，对不对？所以这是最近会让很多资金出来，因为全世界其实没有很多可以赚钱的东西。好，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在买的话，现在大家就买明年的成长性。好，为什么呢？现在法人会想说，我现在不看今年 EPS 怎么样，为什么？反正今年上半年就是有疫情，所以不怎么样。但是我明年的时候的话，是不是 YOY 都会很高？我到明年上半年的时候一看，全部都大成长，是不是？所以现在法人他们在看明年的成长性。刚刚慧慈姐的那段话，我还是把它写个公式告诉大家了哈。本益比就是呢，股价除以该公司的每股盈余获利能力。那他们是觉得说，现在一直琢磨在这个本益比太高，干嘛呢？因为他就是赚不了钱啊，现在有疫情的关系啊，所以我要看未来。如果未来这个可以拉高，当然就享有这样的本益比啊。所以这个股价来到这么高，其实是合理啊。刚刚那段话讲的就这个。对，这是有些最近法人在讨论的东西。好，那再来的话，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早盘爆大量，而且有些热门股在走弱，所以基本上的话，今天会有一点点股牌效应。早上的时候一开盘的时候有这个现象，这个是昨天才涨停板的股票，是不是？这个昨天才涨停板，今天跌停板，这个也是对，这个也是最近相当强的股票。而且我再简单问一下了，帮我来一个白板，观众朋友，今天呢，我刚才就已经跟您说了，当您很开心，今天创下30年新高，我从9点、8点半、9点整我就绷紧神经到现在，好不好？就是要告诉您，当某一天大盘来到这边。
天1224930年新高的同时，却出现了什么呢？黑 K 棒，而且呢，当天哦，竟然这样剧烈震荡，在讯号一、讯号二、讯号一还有爆大量哦，前面量还没有那么可怕哦，讯号三，有些的指标股，有些主力大户爱炒作的一些的个股，前一天涨停板，今天跌停板，明天再涨停板，后天再跌停板，请问一下，这是不是三个不对劲？对，这三个就是不对劲，代表什么？代表就是短线上面过热。你看吧，啊，过热会怎样？过热的话就是要修正一下，好，但是修正以后它不一定就真的结束，好，为什么呢？ Okay. 等一下再讲。好，我们来回到字卡喽。因此呢，我才要追电传机嘛，哈，知道刚刚那个三大警讯，因此这个晓得了，然后热门股影响到人气，那融资是个败笔吗？融资是个败笔，因为最近的话，融资开始一路在往上升，对不对？所以大家看到的话，很多的新闻都有过热迹象，比如说融资，哈，这个最近短线上增加的比较多，还有最近大家都赚钱，其他的亲朋好友也都来了， okay.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你的好朋友都来问你很久没见的朋友都会问你说最近买什么股票？我跟你讲，连走在路上啊，以前认到就这样微笑，现在说阮姐，请问啊，就这样子。对对对，大学生也赚大钱了，对不对？这是报纸上面写出来的。没有赚大钱，我告诉你，大学生哦，都赚那么一丁点就落跑了。啊，真的吗？不是说买了4743对啊之类等等的。好，那就不管了。现在重点就是说，所以融资最近增加也很多，大家会担心短线过热。但是为什么我说震荡会有？但是它不见得真的是短线上面来说，不见得真的就是真的结束。为什么？筹码乱，融资。没有，我们来看一个数字。刚刚讲短线上面融资增加很多， okay. 但是我们如果从一月三号开始比，为什么一月三号？因为一月三号是12197，对不对？也就是今年的一开年的那个高点，那个时候当天的高点的话，那个时候指数位置跟现在差不多，但是当时的融资是1446亿，今天的融资是1284亿。哦，也就是说，你比的点如果是比最近，融资是大增；但是你如果比年初那个高点，融资是减少的，融券是增加的。您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大盘今天是12249，比12197还要来得高，价格过高。融资没过高，然后融券还增加，法人是站在买方，所以资减券增，法人买，价格过新高，看起来有一点点剧烈震荡当中的一点小期待。对，也就是说，短线上面是好像这几天筹码稍微有点乱了，稍微大家过热了，但是时间拉长一点看，其实中期的筹码并没有凌乱。惠子姐。啊，你这段话让我既紧张又害怕，既期待又怕受伤害。这个怎么有好也有坏？广告前我先要一个答案了哈，因为待会大白还有玉恒会讲清楚，我先弄懂这个电传金。如果以你刚刚论述的这样的结论，大盘今天爆大量黑 K 棒。然后呢，确实筹码有点小担心，也有些的个股出现了败笔，但是盘的多头动能还在吗？还是死了呢？答案还在。下请我坐。好啊，这样就好了啊，你就知道吗？看广告就可以安心看啊，一直进广告。回到现场之后，让惠子姐来带喽。如果呢，电传金大盘多头动能还在，那么而后万一站得稳，拜托你就要保持住健康的电传金，不能不健康。那什么叫做健康？什么叫不健康？让惠子姐回到现场之后，帮大家进行解语喽。然后多数时间交给玉恒，先从追热钱开始。最近呢，陆股反弹的力道之猛啊，台股好像有点在跟它，只因为 hot money 流向我们亚洲。可是这个一样，同样的问题问惠子姐，也问玉恒。有没有危险呢？Danger，你害怕了吗？这个回来追仔细了。